肾上腺瘤免除手术案例。2017年7月22日，我体检时发现右侧肾上腺有一个瘤，隔天去医院做彩超进一步确诊，查出 3.7×3.3×2.4 公分的瘤。我先生让我马上做手术，因为医生说不立即做会很快恶化。2016年我学过一期原始点，知道这只是一个异常形态，所以我说服了先生给我一段时间用原始点调理。在这期间严格按照原始点五保的要求，按推每天熬煮30克干姜片与15克红参水喝，打太极拳，放松心情，温热性饮食。2个月后，先生再三催促让我复院做 B 超检查，结果瘤缩小为 2.1×1.4 公分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先生也不再坚持让我做手术了，我也不再关注他。从此我成为一名原始点志工，发大心大愿学好原始点，帮助更多的人自利利他。感恩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支持，感恩原始点，感恩张医师。处理前、处理后2个月。